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ny。 大家都一定知道我在健身啦，但健身的时候需要用到很多小配件来当做我的运动乐趣，而我现在就找到电子小配件的专卖店啦， Let's go！ 通常我健身的时候一定会听音乐啦，可是连接 cable 的耳机非常的不方便，但我现在有蓝牙的耳机就不一样啦。在我健身听音乐的时候，自然就会遇到电源的不足，那这时候我一个好的 power bank 还有一个很快的 cable 就能派上用场啦。那我健身完毕的时候一定是满身大汗的吗？那这时候我有电动小风扇给我自己凉爽凉爽，呜，什么都爽啊。那通常我健身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穿得比较轻便一点，那如果我想放电话呢，我就有手腕包，那如果我想放钱还有锁子呢，我就有小腰包，方便吗？方便呢。GNT 王三八柱也是一家 power bank 的专卖店哦，这里的 power bank 款式非常的多，价格上还比市场上面便宜很多。如果大家想要找任何其他的小零件的话，这里都应有尽有哦。